玩得开心吗？那里有点心和饮料，吃点休息一下吧。在花坛里种了花，还堆了沙子城堡，真的很好玩。啊，好好玩！哦，洗了手才能吃，阿露。是啊，用摸了泥土的手去吃东西会生病的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我就要直接吃。阿露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样不行啊。努努，出来玩啊。哈，是小杰的声音。小杰，我们去看看湖边现在来了大象，可以滑超级有趣的滑滑梯，走吧。大象就是鼻子特别特别长的一种动物。哇，我也要，我也要和大象一起，一起玩，一起玩。你看到大象会吓一跳的，个头真的超级大呢。肯定很好玩。阿洛，你怎么看都像是感冒了，在家里休息会好一些。不要不要，阿洛要和大象一起玩。感冒变严重了可不好啊。哎呀，不就玩一会儿吗？那又能怎么样？好吧，那么就真的只玩一会儿哦。不舒服的话就马上回家，知道了吗？好的，向着都巴湖出发。出发，走吧。那个动物就是大象，怎么样，很大吧？我们来排队，就按顺序来做吧。好啊好啊，快快我坐，带我坐。拜托了大象，带我坐吧。哇，我还要，我还要。哇哦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凉凉的，湿湿的，好像要下雨了。淋雨的话会感冒的。吉吉，阿洛，快回家吧，要下雨了。不行，阿洛，淋雨的话会生病的。你早上就在打喷嚏。我要和大象一起玩。一起玩。你快来打伞，可不能淋着雨。快回家吧。大象不要。
也在玩吗？大象们本来就很喜欢水，而且它们很强壮，所以没事。我不。阿鹿好像已经感冒了，快回去吧，阿鹿。别那么固执了，还想多玩一会儿呢。阿切，阿切，看看，已经生病了。阿鹿，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舒服就马上回家的吗？阿鹿就是个撒谎精。阿鹿才不是撒谎精呢。想多玩一会儿。以后再来玩，以后还会来的，等着我。阿鹿，等一下，我去拿毛巾。我要回房间。得赶紧把水擦干。阿鹿，我拿来了热牛奶和童话书。阿鹿，很不舒服吗？好难受，好难受。吉吉，你照看一下阿鹿，我去请精灵医生。烧得很厉害呀，怎么会感冒呢？在外面玩，回家不洗手，还是淋了雨呢？都有。所以才会病得这么重啊。那么就给你打个退烧针吧。好疼，不要打针。那么吃药也是可以的，虽然有点苦，但是吃了很快就会好的。阿鹿，吃药的话就奖励你吃好吃的樱桃，那么苦味很快就会消失的。那我去开药。谢谢医生。别害怕，吃了医生开的药很快就会好的。努努，对不起，不听你的话结果感冒了。没事的，在医生开药来之前好好睡一觉吧。睡得好吗？感觉怎么样？我现在一点也不难受了。那太好了。是大象的声音。一起去，阿鹿。小杰，可可。是大象啊！大象。我们想着阿鹿喜欢大象，就一起来了。阿鹿，现在没事了吗？对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下雨了，出现了超级漂亮的彩虹，你们看了吗？是的，晴朗的天空中挂着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的带子，真的特别漂亮。真的很好看。彩虹？彩虹是什么？什么啊？是雨过天晴之后出现的。阿鹿没看见吗？我因为生病了，一直睡着呢。我也想看看彩虹，想看彩虹。所以我说不要淋雨。现在不会淋雨了。也别忘了洗手。以后
偷吃东西的时候也需要洗手。嗯，阿鲁真乖。哼，阿鲁是因为彩虹变乖了呢。我要看彩虹，彩虹，我要看彩虹，彩虹，彩虹，我要看彩虹。就是这个。洒水就行了。出太阳的时候，你能高高的喷水吗？就是彩虹。诺诺精灵真是聪明，真了不起。书上看的啦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好玩。吉吉也想做一个彩虹呢。加把劲，阿鲁，自己摘的葡萄会更好吃呢。啊啊、走开，走开！吉吉，吉吉好坏。别闹了，还得继续摘葡萄。先不用摘葡萄了，大家休息一下来吃葡萄吧。啊，是葡萄啊，葡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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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一起吃自己摘的葡萄，好像更好吃了。是的，甜甜的，真好吃。嗯，好麻烦。但是葡萄籽好麻烦，好麻烦。松鼠。看来松鼠觉得葡萄籽很好吃，好神奇。要是没有籽就好了。是啊，没有籽的话吃起来就更方便了。又没有味道，为什么要放进去呢？要吃葡萄吗？真的好可爱。吃吧。
不吃了，葡萄籽太麻烦了。阿露，不管什么好吃的水果，要是没有籽就不会结出果实了。什么？来，把这颗籽种进地里，好好照看，就能长出美味的水果。哇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阿露喜欢的花也是由种子长出来的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肚子里会长出葡萄的。阿露，种子在肚子里不会长大的，种子只有在土里才能成长。是啊，别太担心了，阿露。哦，对了，我把种子分给你们，你们试着养养看。哇，我要养，我要养。好，等一下啊。来，选你们喜欢的种子吧。我要这个。哇，好想快点看它们长大。这是什么种子呢？会开出什么样的花呢？还会结出果实吗？我喜欢花，花，花。然后来，赶紧回家种起来吧。好的，谢谢农夫精灵叔叔。种哪里好呢？种子要种在花盆里。花盆是什么？像这样，底下有个可以让水流出去的洞的盆子。我要这个。没有。这是我选的呀。不好看。阿露，如果用彩色蜡笔在花盆上画画，那么花盆就会变漂亮。那肯定很漂亮。哇，好漂亮的一朵花啊。漂亮吧，漂亮吧，漂亮的花盆里会长出漂亮的花。画得真好啊。现在该填土了。努努，地里冒出了个奇怪的东西。出什么事了？是蚯蚓啊。蚯蚓？是一种吃土的虫子，吃了土之后的排泄物能让土地变得肥沃，花和树木就可以茁壮成长了。然后在地下四处游走，能够给土地供给养分。那么这里的土肯定很好吃吧？可以挖一点这里的土吗？阿露的种子会第一个长大。阿露，去洗手吧，该吃晚饭了。快来吧。快快长大哦，知道了吗？一起睡吧。
努努，看这个，看这个。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快看，快看。阿露的小牙也很可爱，我的最小。看来阿露是想看它快点长大。长得很好，再加把劲儿，茁壮成长吧。哇，喇叭花真的开了好多。哦，天哪，好漂亮。哇哇，都熟成红色了，肯定很好吃。真的很好吃，吃了这个要快点长大哦，知道了吗？阿乐，他们不吃面包这样的东西。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快点长大呢？土和水，阳光，然后爱心，用心照顾他，他们都能感受得到，所以试着对他们说漂亮的长大吧。漂亮的，漂亮的。以为阿露是花朵呢。真的是花在那里呢。哇，好漂亮。你也想快快长大，和漂亮的蝴蝶一起玩，漂亮的漂亮的快快长大吧，知道了吗？是呀，大家都要好好长大。我来给你一只蝴蝶，怎么样，像只蝴蝶吧？努努，快看快看，妈妈，快看这里，那么小的种子变得这么漂亮了。看起来是听到阿露在等他开花的愿望了。阿露的花开了。种子就像个魔法师。要吃吗？这是我努力养大的番茄。